喂，翻嚟第三節日積福六壽嘅時間。喂，死啦死啦，我咪坐錯地方。你梗係坐落錯地方啦。係咯，屌你無啦啦走入嚟做咩啊你？乜而家唔係香港人撐香港波咩？我撐。你玩嘢啊你？唉，頂你個肺啊！算唔緊要，我走先。唔係冇走住。嗱，因為其實都關你事嘅。點解咧？就講緊 G 組形勢啊嘛，亞冠杯，亞冠杯。G 組有我哋香港嘅東方龍獅，咁啊揾你嚟啱噶啦，係。唔係咁，其實坐得入嚟嘅都知做咩嘅，假下嘅啫，係咪先？係啦。咁啊講啦，咁啊其實呢場啦，咁啊東方龍獅主場對呢個川崎前鋒啦，係。香港人撐香港波嘅時間咧，就講過喺東方嘅方向咧，就睇翻呢場波嘅。係啦。不如喺呢度咧，就用翻川崎前鋒嘅方向去睇睇啦，好嘛？係啦。就先講講個大軍陣容入邊啦，其實川崎前鋒咧就入邊啦，其實有幾個熟悉嘅名字咧，今次就冇嚟香港嘅，包括就南韓門將鄭成龍啦，係啦，中村憲剛呢個中場主力啦，係。咁另外就加上招博啦，呢個前。飛腳嘅球員啦，係啊，咁啊再加上就係話睇翻後備名單入邊，即係登里響平啊、田板右介，甚至乎小林由呢啲嘅主力，其實都坐咗喺後備席雙先嘅。咁感覺上就係話今屆由助教提升上嚟嘅鬼木達啦，即係由於方面我哋講，我哋叫做鬼仔達啦嚇。咁嚟講 ，OK 嘅 ，OK 嘅。咁嚟講咧就。好明顯就係話有啲係流力之言嘅，大家會點樣睇呢個睇法？或者甚至乎就話坊間有啲講法，就會覺得川崎前鋒今次就有啲輕視咗對東方呢場波。其實我覺得係，即係你睇翻前邊同後邊，即係你睇翻後備陣容，你點會諗到小林由同埋阿即係阿？田品右界會打後備席先咧，係啦，因為其實咧，如果喺即係正選嘅陣容，即係你話聯賽正選陣容咧，嗱、上場咧川崎前鋒出咗啲咩陣容呢？上場川崎前鋒咧，其實出咗呢個登里響平打雜嘅，因為谷口彰吾啊、田品右界同埋車屋新太郎啦，咁然後咧嗱亞布浩之啊、大島遼太啊、小林由啊、加長招博同埋呢一個中村憲剛都喺度嘅，咁、而亦都同時亦都收起咗。今場都是後備的離圖啦，係啦，咁所以見到其實佢而家擺呢個陣容係真係一個好大幅度嘅一個輪換嚟嘅。咁你見到其實即係呢個大幅度嘅輪換係咩意思呢？你有可能會覺得佢係輕視咗呢一個亞冠嘅比賽，但係好老實，佢喺自己嘅聯賽方面，其實佢都要顧慮噶嘛。嗯，嗱。我又咁樣睇，因為你話中村憲剛其實都三十幾歲人啦，三五六歲人，咁老實講，佢要佢周居勞頓咧，老實講係實在太過過分嘅喺呢場賽事。因為講真的，你睇翻之前東方龍獅作客廣州恒大嗰場波，其實有球探一定係去咗現場睇嘅，咁輸你七粒，老實講翻到嚟香港咁。有少少放啲後備兵落嚟試下兵，正常嘅，係啦，我都覺得。但係咧，實你要睇翻香港嘅實際情況，你諗下香港旺角場個窄球場嗰個幅度，係啦，又或者甚至係得個六千幾人啦，我哋咁樣計啦，同埋佢嗰個壓迫感其實係好大，因為個問題咧，你諗下等力陸上競技場咧，佢嘅主場咧，其實基本上咧係有埋跑道噶嘛，所以相對嗰個空間感係會大好多，即係就算係話你坐滿曬嗰啲球迷咧，嗰個壓迫感係冇咁大啊，咁但係你旺角場，因為你冇跑道噶嘛，咁你。一面對面就已經係啲球迷嚟，仲要係坐滿六千人喎。咁所以你想象中你細場加埋個看台同嗰個場，即係同嗰個場邊咁近嘅話咧，即係好似柏雷素爾嗰個日納帕士競技場咁樣咧，係冇跑道噶嘛。所以佢相比起上嚟一個壓迫感就會大好多啦。分分鐘細過佢練波呢場。係啊，冇錯。係啊，同埋咧，甚至你見到咧上下半場都呢個三浦康兒啦，下半場嘅田板右介咧喺右路發難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疾步嘅。去到禁區，即係喺個禁區個角球位，禁區角球位中間嗰個位咧，其實佢哋已經收步啊。因為通常咧，佢喺第一三集線，我香港人撐香港波都講過嘅，就係話第一三集線開始就飆噶啦，正常。點知跑到第三四步咧，就已經發現咦到底咯喎，大佬，我就要收步啦，大鑊啦，我點算咧？就吸翻轉頭，先至再俾翻中間嘅。即係佢嗰個係迂迴咗。係啦，所以佢嗰個適應，即係佢嗰個球感嗰方面，同埋嗰個球嗰個速度咧，即係變咗佢喺個。窄嘅場地嚟講咧，佢就可能一係就要墮翻慢啲嗰個球速，一係咧就變咗要走快啲嚟到追得切個波，嚟到去鬥翻個波，嚟到去再做翻呢啲攻勢咯。所以場地嘅限制其實
絕對會係影響到川崎前鋒嘅發揮啦。再加上就係話好早嘅階段啦，中堅呢一個嘅來來龍樹，因為就輸咗神馬直紅海出場，某程度上係打亂咗鬼仔大哥部署嘅。係啊，冇錯嘅。咁其實來來龍樹其實本身呢一個球員咧，嗱佢上季咧其實上陣嘅時間都係得12場波，咁你去到。其實咧，佢本身咧加盟川崎前鋒之前咧，佢係由札幌江薩多係外借過 FC 東京，但外借過 FC 東京咧一場都冇踢過。嗯，咁佢啊，其實我又覺得佢呢、這個呢今次落嚟踢呢樣呢個亞冠杯咧，佢又因為少上陣變咗，加上個場地勢咧，其實同埋你都知道旺角場嗰啲草係大葉草嚟噶嘛。係啦，搞到佢咧，我見佢踢咧都狼狽嘅。佢佢同我哋古斯個犯規咧就。大家點睇啊？你哋，我覺得佢嗱，雖然你話，我覺得佢嗰個判決係唔應該值得係十二碼，不過咧，奈良龍樹其實本身都係動作，即係小動作多多啦。好明顯，我睇到，即係雖然即係坊間好多人講話呢球波其實就唔似會俾十二碼嘅，但係其實如果你將個動作慢啲、慢動作嚟放嚟睇咧，你會覺得你會見到其實內龍龍士其實係有壓壓啊落地故事嘅，所以佢係好多呢啲小動作咧，其實就可能俾咗個伊拉球證沙維咧一啲壞印象，所以係啊會啊，所以嗰個球證咧就已經好斬釘截鐵嘅，即刻吹個十二碼俾佢，同埋要食全包餐。好早階段嘅時間，其實內龍龍士同埋佢拍檔井川佑輔其實。在早段都挺多的小動作和犯規，所以其實多多少少就是球證的印象分會減了一些，再加上就始終主場雞啦，但古文龍影都好，但其實打下去呢，鬼仔達其實最主要都是希望上，即使打輸一個都上半場他的部署他都不會特別很刻意將雷波大執，而是維持他基本的部署先，起碼就是做到一件事叫穩住陣腳。好了，即使很早的階段輸一球，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打法都係依然都係好有耐性去做啲組織啦，尤其是中間呢個嘅拉爾娜呢個巴西借將啦，咁其實佢個人能力就有嘅，好突出添。咁但係就係話，我哋可以聯想多啲場波，如果中村憲剛喺佢身後，其實拉爾娜發揮可能會更加放。嗯，咁再又或者再另外一個諗法就係上半場始終因為川崎前鋒未揾到原來。東方龍獅的弱點在左邊，即係李康明啊，謝敏明都係。咁於是乎就於是乎開始就用翻佢哋嘅左邊為主嘅上半場攻勢，係係。青鋒新大龍呢個左閘啦，其實感覺上佢係攻強於守，我覺得真係。因為佢本身都係逆風出身嗰啲嚟㗎嘛、嗯，所以其實佢好早好其實好早嘅階段已經壓咗好多上嚟，同呢個森保安兒同埋呢個森保賢太郎都有啲嘅配合係打到出嚟、嗯。但係問題就係話礙於個詳細啦，再加上即係東方龍獅擺個三防中。去到逼你的時間，其實不是話好做到很多好入肉的埋門啦，係下半場的時間好了就放了呢個田板右界落嚟，因為知道第一李康寧的防守流謝敏明開始扯乾的情況之下，所以將嗰個進攻的力度係大大加強了在川崎前鋒嘅右腦進攻體系。同埋其實喺聯賽咧，田板右界咧原即係嗱，佢以前咧我都講過俾大家知咧，田板右界咧本身喺波琴外流的時候都是打逆風出身的，但是去到這個川崎前鋒現在近這上一季的後半決就已經開始是客串打右閘，再加上艾道亞道受傷的關係，田板右界的客串右閘位就更加穩陣。我預期他可能在及後的比賽都會有很多東西看，還有因為始終如果他真的專登你左路再獨啲嘅做法咧，如果俾我係鬼木達嘅話咧，我一定會放燈李向平打正選右閘嚟到係咁啄佢。但由呢場亞冠杯嘅比賽睇到咧，佢係冇放到佢出嚟，反而放小林油出嚟喎。其實佢我都睇得出佢阿鬼木達都係想話透過小林油嗰種嘅個人能力，佢令到個川崎前鋒嗰個進攻個節奏再加快，從而施壓。因為好明顯，你睇到東方去到差唔多六七十分鐘嘅時候，其實已經開始扯乾嘅。係啊，係啊。咁但係咧，佢反而放咗小林出嚟咧，佢嗰個表現就好似失色咗少少。始終因為佢太遲嘅時間，同埋你要記住喎，因為小林由背後支援嘅邊個？第一，加長超博；第二，中村憲剛。你冇咗呢兩個球員嘅支援之下咧，小林又係變得有啲單打獨鬥嘅。再加上呢一場波，你話新官貴行即係曾經踢過加丹尼亞呢個前鋒，一個身都未收啊，頂你個肺！即係話其實
佢嗰個表現，你話進除咗包咗空門之外，其實你話要數佢進攻上面有咩貢獻，其實冇㗎，除咗拉走位咯，參與唔多嘅。其實我坦白講，所以其實到變咗嚟講，令到就係三浦康兒啊、新宮健太郎，甚至乎後備入替嘅小林佑，其實好多時都要靠單打獨鬥，係啦，好多時都要靠單打獨鬥。咁呢一樣嘢其實鬼木達喺嚟緊嘅時間，即係當然啦，多翻啲證書係差好遠嘅。咁但係就係話究竟點樣將呢個新股嘅行定位呢，我覺得佢都係坐多嘅原本。係啊係啊，同埋你都睇到，如果嗱去到翻去即係川崎前鋒主場咧，即係五月嗰陣時咧，咁會點樣呢，其實我哋拭目以待啦。好啦好啦，嗱咁啊，咁啊講完呢個位置先啦。G 組啦，咁啊落 H 組啦。咁其實咧呢場波咧都有少少大跌眼鏡啊，因為點解咧？大阪飛腳主場1-4輸俾濟州聯。哇！主場啊，大佬。其實好老實嘅。發生乜嘢事啊？喂，究竟？其實上場波你講緊即係話濟州聯之對濟州聯之前嗰場亞冠咧，其實你對呢一個阿德萊德聯其實真係冇乜壓力喎，好老實。係喎。因為你始終咧個後防受壓唔係太嚴重啊。咁你見到咧，其實三浦賢太咧即係派交嘅情況都比較少，但係咧今場咧個派交情況比較嚴重，即係有時咧佢好多時一解圍唔清脆咧，就係就俾人打個突擊就搞掂你。門將都派交喎，今場都。唉，東口信超就即係都係一般一般。你預咗一般貨色㗎啦，係啦，就棒咁啦。其實我覺得佢好老實嘅，同埋咧佢下下咧都因為知道你嗰啲遠射嘅防守係唔好啊嘛，佢就全部湯里斯加魯搞掂你喎。但係有奇怪喎嗱，即係話如果你話大阪飛腳。今場的敗因其實即因為我哋呢場波打緊嘅時間，因為我哋全部都係旺角場啦，搶你啦，係咪先？啊嘛，咁咧就我哋係睇，我唔爭在啦，講開八講咁嘅事條。咁即係話啦，首先嚟講咧，如果濟州聯人4-1，而睇翻呢個禮拜同一時間水原南日贏咗6-0嘅時間咧，其實即係傑志，如果真係打到入去分組賽，其實都幾扎使嘅。咁呢個題外話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將大阪飛腳。乜嘢原因導致大敗咧？其實就係整體嘅結構問題啊，定抑或係個發揮上面？其實本身咧，因為佢嗰條防線咧，嗱，雖然你話岩下敬輔就離咗隊嘅他頭啦，但係咧少咗個炸彈，又多翻另一個炸彈，就叫三浦賢太啊嘛。雖然三浦賢太咧，你話係佢係越嚟越即係冇咁多甩漏，但係始終咧，我覺得佢個穩定性都仲係要再加強，咁佢先可以上到大台咯。即係炸彈底始終都係炸彈人啊！喂，但係咧，其實上半場咧都唔算太差嘅，雖然都得好多噶啦。咁啊，本來咧喺44分鐘之前咧都頂得住個雞頭，諗住半場計更衣室0-0收工啊，翻去點知？哎呀！44分鐘啊！Andos 啊，唔好意思，就整球 on goal 俾你彈啦。嗰球根本就靚到含一聲嘅。係啊，即係你要諗下，擺個老烏之後，轉個頭，保時作客嘅李昌敏又 check 多粒。哇，係。唉，咁你真係嗰半場啊，整個兩粒翻入更衣室喎，你仲唔死火啊？啲時氣冇曬嘅咯喎。係啊。即係一個44分鐘仲係0-0嘅時間，46分鐘0-2入更衣室，喂！道氣散咗喎，隨時。同埋咧，你見到佢咧，嗱佢嗰個正選陣容咧，其實佢嗰個前線上咧，佢都唔係話擺埋呢個高人嘅前鋒長澤俊啦。咁另外亦都嗱，佢長澤俊都係後備入替翻出嚟嘅啫，仲要換埋井守去楊介走喎。咁你諗下佢我有問題，點解要換佢先？我都諗唔掂喎。我都諗唔掂喎。同埋你去到54分鐘換呢個藤春廣輝，換初乃亮出嚟。嗱，但係初乃亮始終都係一個你比較。Green 嘅球員啦，佢嗰個穩定性咧，其實佢係未喺聯賽度即係完全可以證明到。咁如果你話要換個左閘，又真係咁樣比較會冒險啲咯。我個人覺得今場飛腳有少少輕敵嘅少少啫。係啊係啊係啊！如果唔係個陣容，冇理由會派到即係有少少冇乜，即係有啲副選球員出嚟咁樣嘅，即係你好明顯咧，你睇到飛腳喺下半場放手咧更加不堪嘅。係啊，尤其是金正也呢啲，其實都根本你話喺聯賽根本就唔會成日咁樣擺嘅，好老實。咁你10號馬些路射成3-0嗰球，你竟然可以周圍冇人看管，可以咁近，差唔多3-4米。咁即係其實基本上就係金正也同埋呢一個三浦賢太嗰個默契就出咗問題啦。更甚嘅係你輸0-4嗰球，你東口純超做乜嘢啊？唉，所以其實有兩球真係同東口純超係有關係嘅。所以你問我點解話東口純超，我一直唔覺得佢直入國家隊呢？
Okay. 你明白我點解未啊？我一直都覺得佢嗱兩邊又唔識撲，遠射又撲唔到，仲要位置咁差勁。我唔明點解佢可以做到二號門將，冇得點個龍係咯，無啦啦無啦啦冇壓力嘅嗰下企出嚟做乜嘢啊？真係追追唔翻嗰四十幾碼車埋去喎，大佬你點追啊？老實講，你企嗰個位置。唉，所以你話其實呢一場波大阪飛腳就真係輸自己啦。咁啊，古文論點都好啦，其實四支嘅日職球隊入邊，今週喺亞冠嘅表現都係有起有跌，但係即係始終嚟講，日本聯賽都係季初咁。慢慢啦，即係仲有好多時間執對波，但係問題就係話，始終呢啲淘汰賽嘅，即係始終都係分組賽，其實某程度係短途嘅淘汰賽嚟㗎啦嘛。係啊，係啊。你如果即係話，萬一頭兩場有頭兩三場有咩差池，其實你未嗰三場練兵都得㗎啦。所以咧，而家我報翻少少呢個 E F G H 組嘅形勢俾大家聽先啦。咁、okay. 啊 E 組啦，咁啊蒙通聯贏咗波之後咧，就升咗第一位攞四分。咁啊蔚山現代六到六角咧，個角得三分。咁但係咧就因為蔚山現代咧就炒人六粒，所以咧就個得失球領先嘅。可以得失球贏咗啦。咁啊布里斯本斯克唔好意思啦，就嚼咗六粒啊，得翻一分喺個排喺度啦。咁啊 F 組方面咧。葡和控轉啊，勁啦嚇，咁啊贏咗啦，咁啊於是乎啊攞六分啦，咁啊上下上個都係贏嘅，咁啊攞埋六分。咁 F 師首演同新西式嚟流浪，一個次次都讀錯嘅。西式嚟流浪者咧，咁啊兩隻蛋啊，咁啊排喺三四位咁啊擺咗喺度啦。咁啊跟住 G 組啦，咁啊學廣州恒大就和波啦，咁啊四分。咁啊，水源三星同埋啲川崎前鋒咧就各得兩分嘅，兩場都和波。咁啊東方龍獅咧嗱攞到一分啦，咁啊唔會。冚爛都蛋啦，咁啊幾開心嘅，攞咗分快啦啫。同埋嗰組入邊，因為始終嚟講，雖則就係話恒大叫一枝獨秀，但係都係四分啫。咁其實都係差一場嘅勝仗大把，數字上其實係有追嘅空間嘅。所以咧，嗱，香港人撐香港波就係呢啲啦，絕對要繼續撐落去，係咪先？係啊。好啦，咁啊，講埋 H 組嘅形勢 ，H 組就。江蘇蘇寧啊，兩場勝仗攞六分，咁啊濟州聯大阪飛腳就各得三分，因為贏咗一場輸咗一場啦。OK， 咁啊啊啲澳洲隊真係犀利啊，全部包艇啊，亞德萊德聯捧蛋，係啦，咁啊踢咗兩場啫，仲有四場慢慢玩啊，睇下個形勢點樣啦。係，好嘛，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啦。好啦，就咁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